晚上好，又一年我们在一起跨年了。2022年是非常不容易的一年，今年最后的一首歌曲，我想唱一首温暖的歌曲送给大家，这也是非常能代表我心情的一首歌。因为我记得我在写《Hug Me》这首歌的时候，其实就是想要把温暖、把爱能够传递给更多的人，希望我们都能够开开心心的，我们一起去拥抱新的一年，好吗？